所以希望大家要正见，不要贪爱，不要无明，不能有邪见。邪见就是以为自己总是对的，无明就是不明白真相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就会犯罪犯错。贪爱就是什么都喜欢，都想要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有好的心态，我们要懂得因果，因为因果那是让人能够改好的基础，因为因果它能让人放下执着，因为因果让人能懂得我不能种下自己的恶因，因为果报一定会现前。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与佛有缘就得知因懂果，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他只要做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果。所以懂佛法懂因果，你就懂得了人生的真理，你就懂得了因果，你就懂得了在人生改变自己命运的金钥匙。